般若波罗蜜，因为明圆满之观慧，故为在般若即是波罗蜜。般若跟波罗蜜前面给诸位做过简单的解释。 菩萨在修因的时候，还没有成佛，都叫做因地。包括等觉菩萨，都是属于因地。般若就是观慧，就是像《心经》上讲的照见。《心经》里面讲。 照见五蕴，实在讲，五蕴包括四处世间一切法。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就是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相是有啊，体是空的。相有体空。 那是真正的智慧。那么证到究竟果位的时候，我们一般讲成佛了。到成佛的时候，般若跟波罗蜜是一个东西。般若是智慧，波罗蜜是圆满。智慧达到究竟圆满。 究竟圆满就是般若智慧，是一不是二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在出世间甚深佛法当中，假如还有二，就不能成佛，必须那个二也没有了，才能成佛。 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，这个六祖大师初到广州，见到这个印宗法师在讲经，那个风吹的幡呢，这个风动幡动啊。 有几位法师在争论不休，有人说风动，有人说幡动，六祖出来说了一句话：“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人这心动。”印宗法师听到，这个人很不寻常，以后知道。 他从黄梅得法，这是五祖仁和尚的传人，欢喜得不得了，向他请教。五祖当年在黄梅，常常说法了，开始，就问他有没有讲到涅槃，这是。 大众们所熟悉的禅定的涅槃，能大师的答复就非常好。禅定跟涅槃是二法了，佛法是不二法，二法就不是佛法了。 这一种答复极高明，真正说到真实之法，印宗非常的佩服。这就说明，菩萨还有二的这个念头在，就不能够证果。
不但不能证得佛果，这个究竟佛果他证不到，分证佛果他都没办法证得，他的境界达到最高，天台家讲的相似位，相似再往上去分证，分证他没有办法，分证必须两边都摄取了，这才能证到分证的佛果。分证佛果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，破一品无名见一分化身，那个才得佛法真实的受用。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般若波罗蜜是二法，那自己就晓得了，这个分证果位我们没有法子证得。这也是举例说，前面有无二间呢是世间法了，此地般若波罗蜜是佛法了，佛法跟世法都不能执着。所以世尊在本经上说得很清楚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舍就是要离开，不能执着。这个不是说不要，法我们要，但是不能执着。